儿对，杜都兜啦，啊，是是杜兜对。杜兜这名词感觉好古老哦。对啊，在我以前没穿魔术之后走在路上，大家都说哎也有扁平足啊，然后什么小笼包什么一大堆名字出来，啊，我觉得好羞耻哦。主题我现在说啊，还是不要穿魔术之后比较好。现在这位是陈慧娴小姐，辨识度95%。杜兜队呢就答左边的题目，然后魔术教队答右边的题目，等到你在3秒钟内答出来的话呢，就可以得到1万块。第一位来宾先就位，好不好？对，解散陈慧娴就位。好，来先看我们第一题的题目是什么，请看。两代特色歌手，就是很有特色的歌手，哎，国内还国外的，两个都国内的。来准备计时开始，15秒，快点快点，3秒钟之内有1万块。14 13 13 1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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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苏瑞姐，哎呀，我那边我比较好在这边。五四三二一，时间到。好，陈慧娴有没有答案？还是你要继续看？继续看，要继续看是不是？好，来，请看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快点快点，没有请停。已经整个脸都出来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最后一个机会再讲。我可不可以讲？赵淑蓉，赵淑蓉，答错了，一个字。好，上面有没有答案？赶快抢答案。有没有？你不能，飞姐，你要答这边喽，上一代的哦。啊哦，我要打这边，我以为答案。对，你答这个。扣100块，100块这样子啊，赶快啊，这边的也很好猜啊。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？我知道老的啦。哎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你们，刘慧强，姚淑蓉是？姚淑蓉答对了啦！耶，来看看他完整画面。4秒钟，恭喜刘慧强。来，奖金400，我们颁奖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哎，刘慧强。陈慧敏刚刚好像有点猜对了，对不对？你刚刚是讲是吧？是，他说赵淑蓉，不会讲，不会讲他的名字。可是你知道他这个人吗？我知道，我以前有听过他歌，看过他本人。他，我应该听过他的歌。他有什么？就是今天不回家。今天不回家。对对对。你会不会唱？会不会唱？就是这一句啊。我就是。龙哥，哎，不过讲真的。你们绝对不是偶像，不要重复，答对一个就有10分。好，来，那请你们这边先休息一下，先靠边站。我们开始，来，明哥，你们两个。第一首歌就。一个重要。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，一日看三回，总归是秋天，总归是秋去冬来，美景不再莫骄傲，春时一些那个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在唱，然后你们就学下来，听好听这样子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俩看起来好奇妙哦。真的，魔术修道队怎么样？陈慧娴写《兰花草》是包胜美，请举牌。对，还错。答错了。正确答案是。等一下，先不要跟他们讲。先不要答。来，侯子坚。秋蝉是徐小菁小姐，答对答错，错，到底对错？一半一半，今天两个人唱，有两个人，
哦，有两个要合唱、啊，是。然后我可以补充另外一个。好，你现在要补，要不要让他补充？不行，因为他已经写完了，牌子都已经举了，计时都过了。头大哥，可不可以？头大哥，你太……我跟你讲，我们是个竞赛节目，待会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也不要举吧，对不对？好嘞，好嘞，告诉我们，刘安强。外婆彭欢是潘安邦，请举牌。答对了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。请看，错。哎呀，但是这个不能怪这个陈慧娴小姐，对，因为她从香港来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其实这个主唱人是银霞。银霞，银霞认识吗？看过没？没有，有没有看过？其实他比我们还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一直就在讲说，是不是银霞？银霞，我们就觉得说银霞好像不太可能是原唱者，我们两个就一直强调说是包胜美，而且好像没有包胜美这个人呢，应该是包美胜。我们刚刚都讲错，应该是包美胜。你们讲的、啊，然后又被主持人误导。你好逊哦，我们你以为我们会把答案讲出来吗？对啊，我们讲什么就听什么。我刚刚介绍了，这是我们早期这个民歌大学生，听不懂他在唱什么。其实仔细听的话，你看他嘴型也可以猜得出来。那个香蕉当着我的麦克风，关着。两根棍子，好像比较硬，对不对？而且已经没有用棍子插，直接就一颗一颗装在那个小对，都已经包装好了。对啊。哦，是这样子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场来宾，来来来来，我们、哦、你看那个陈小姐，你看，哎呀，完全茫然，很茫然这样子，都不晓得我们以前吃过糖果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来，让你看一段我们以前的糖果，请看。好可怜哦。对啊，偷吃方糖还被打了那么惨。哎、欸，以前我也打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杨哥，你上要出什么题目、啊？我们现场来的很多糖果，都是龙哥。这个都是以前的，这就是讲的就是这个哈，金刚、啊、对对对对，给我请我们吃一个，来叫我们看，是好像、啊、牛烟道，可以，牛烟道、啊，等一下，中道队，来注意听了啊，这个麦芽糖呢，哎，应该是怎么做法？刚刚在这个荧面上里面也稍微看了一下哈、啊，应该怎么做法？这边前面呢摆了一个沙拉油、盐水，那你指定，指定谁？来，先指定谁？下面是年轻的，对，哪一位？对，指定哪一位？那个菲姐指定，因为我们不能讲陈慧娴、啊，因为这样子人家香港来的贵宾哦，你这样子。哎、欸，那你卖欧甘纳跌倒有跨栏搏击哦，哎，搞不好他是做的最像的。那就好吧，那指定。那从你这句话，我们就找陈慧娴了。好，陈慧娴。很难，那、啊、怎么做、啊？慧娴来，哎、欸，不过龙大哥，你刚刚讲的对的，陈慧娴是真的很聪明哎，他学问真的很好的。来，我们计时，来开始。加油！你要考虑看看前面有东西，你是不是要先沾，拍一下怎么样？小一坨。哎，还在卷，还有丝。卷出来的形状是这个样子，有点对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他还要加一些。好加，可以。随便拿，你要摆佐料是吧？这盐水，你把它泡进盐水里干嘛？哎呦！他的意思没有那个梅那个什么梅子，对不对？加盐水啊，加盐水。好，这个呢就是陈慧娴的麦芽糖，就是麦芽糖卷好之后沾盐水，对不对？请举牌。举牌。答错了。哎呀。加盐水，我也不太敢吃。这样我来试看看。哎，怎么样？甘生冰。哎，这样也不错啊，咸咸甜甜的。哎，干嘛你要吃啊，龙哥？不是，我吃下面这个。怎么样？哎。咸咸酸酸，其实这也蛮有创意，但是答错了。虽然答错，但是味道很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好，先指定第二位。指定第二位。第二位要指定哪一位啊？我们还是每一位他们都要。对。到答对为止啊。啊，答对为止啊，那就照顺序来嘛。还是留顺序来。照顺序。我做个示范好不好？好吧。对，对，请举牌。赶快举多一点啦。错。答错了。对不对？开始。来，时间到，来贴前面，请贴前面，来。好，前面三位都选好了。这边呢，通通一面倒，都是倒向上一代这边的。哦，上一代来，对，前面。张鑫说，那女的应该是穿那件制服，有国旗的。这个人呐、啊，可以骗我们。这人喜好本对，我觉得他好厉害、哦。他都好像很内敛的样子。对啊，完全不怕。默默的赢这样。可是那张先生好像把输赢看得很重，对，很稳重，对不对？那女孩子，哎，慢慢敲。对啊。你觉得他厉不厉害？我觉得那个老的比较老的，好像有一点点压力，因为对他对他比较有经验，对对。就是那一面国旗害了他。哪有那么严重？不过有没有换？没有人要
换，竟然没有人要换，为什么？你好像都看他们两个。好，马上来看看第三阶段的比赛，来，请看。我告诉你，后期怎么样？对哦，制作单位都是很坏的。恭喜你们大队50分，恭喜杜刀队。来，我请两位嘉宾上场，欢迎来。